离开棚户区，送走田轩宇，我和李欣两人晚上就赶到了机场，等待凌晨的那班飞机，准备接妹子。没想到这一接就接来两个人，另一个人是跟妹子同辆飞机的，叫做阿朝，是个嬉皮士。因为当晚也没有预定住宿，所以说四人回到了酒店。回到酒店才发现一件事，阿朝把护照弄丢了，于是央求老板收留一晚。第二天，阿朝准备去机场寻找他的护照，而我们准备在市区逛一逛。第一天，我们就丢失了一个护照，我的护照丢了。现在我们兵分两路，一路去清真寺，然后他就要去找他的护照。好倒霉啊，阿曹。我也觉得超烂的。现在是在换钱。67.3吗？对，行，那就换这一家。换吗？换吧。我们换了500。换500美元吗？哦，那我换100就够了。我换100。我准备到时候取，因为我爸爸下银行那个银行卡。取是不好取，印度只有大城市才有。加油哥打有。汇丰，并且就是妻子回家每次都能取出来。你们俩不换了是吧？我们已经换完了。我换。带着阿朝和妹子换完了钱，阿朝终于有资金去机场了。但是我们三人依旧不放心阿朝，于是决定把阿朝送到车站，之后再去逛加尔各答的市区。接替胡子。剪得好认真哦。就是这一条路哈，这条路是左边的。刚开始我们不是找到这条路，我一直在翻这个路，我记不住，因为我们往下走。Hello， 我们似乎走错方向和路了。看起来好甜的样子。所以说我们走错了吗？现在？来，回头给我说，是不是走错了？走反了，太棒了！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方向感。然后一出来找路名，找混了，好吧？嗯。路名找混了就走错方向。嗯。还是这个吗？不知道不松。
对啊，就是做套中你可以把我的照片用到。Photo Money 啊。我去，他是往右走，再往前。不是，我带你去，我去那热南路了。他就是在那个，他是 trade 里面。他是。他说的。热不热？昨天没几。别走太快，慢点。比今天要高两度。昨天快热死，今天还。今天好一点是吧？热死了，我们要热死了。我昨天就热的一直在床上睡觉，就爬不起来。我适应了，我有这边血统，相信吗？嗯，相信。啊。走。哇。还有这个。有拍呀。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自来水，都要靠这种。金桔柠檬，金桔柠檬。金桔柠檬啊！这肯定是金桔柠檬。不好意思了，各位，害你们陪我走了那么久。没事，马上就到了，前头就是那个。我们所有的事，所有的事说白了都是玩。对呀、啊，就是拍呀、啊。所有的事说白了都是怎么玩罢了。哎，他们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喝水的吗？牛他哦，那是茶，印度奶茶。等会我们过会尝试吧。我觉得我们家那个旅店门口那家是最正宗的，我看好多印度人去那里。啊、嗯，那我们去喝好不好？他主要他晚上也有的。我就每次回旅店，我就看到那家店就门口就络绎不绝，好多印度人在那里买。但是我看感觉脏脏的，我就不敢喝。那我明天早上去试试，我今天晚上。然后胖子说：“哎，我一定要尝试一下，到现在都没给我尝试过一下。嗯”嗯，胖子，什么时候去？我们下午去吧。办完所有的事情，我晚上去了。晚上还在看门。
对，老板在给我们看印度的阅兵。刚才看了维多利亚女王，对啊，刚才看了维多利亚女王印度巡视的视频。好好好。